微信好，我是金公公，这就是一个清溪大的上学路上的三楼的房子，位置超级好的，朝南，全书桌、衣柜、空调、衣架，看到了吗？朝南的景观房，这就是一个我们上学，这后面上学路，都路，这道就是火车站的路上，朝南，阳光超级好，房子是这样的，这。广东洗衣机、煤气灶，还有水车、水呀，三楼水呀，应该哦，水呀可以。在外面去卫生间在哪？外面去，就是这个是，就看到了吗？这个就是一个清溪大学，我们是这样的，办理装密码书。马桶洗脸台，房子是马桶洗脸的，就可以看到清溪大学看到了，哇，房子在外面挺好的。这样进去，我在这样房间里面。外面的就是牌照上进去，这样的卫生间房子位置挺好，价格便宜，这快点过来搞定，我是金公公。